卷紧一点啊。你知道一个冲断一个冲白。这边是营区可以钓鱼的地方，变成滑草的地方吧。原本是营区，现在改成游戏区，今天不知道会开放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苗栗后龙的，苗栗后龙的蓝天露营区。对，今天哦，蓝天绿地哦，啊，来到蓝天绿地的后龙蓝天绿地的露营区。然后这个营区是非常的大，然后我们这个位置是在蓝天绿地的 H 区到帐篷的，然后现在他准备搭客厅帐了。好了，现在客厅帐篷全部搭好了。然后今天因为下雨天，还有风，好像看别人讲别的去地方风好像蛮大的，所以今天一定下好像我总定了八三八多少？三八日定了24日钉子，手快断了。然后你一直敲破石头。敲破石头。然后我一直以为是钉子断掉。嗯，然后钉子我是用自己的啦，因为看那个银主他那个钉子算是蛮短的，所以而且那个里面有很多种类，是哦，所以我用自己的钉子比较保险一点，长钉三客厅帐我插那个三十公分的，然后他这边借的那个客厅帐还蛮大的，这应该有400吧，对啊，感觉还蛮大的，走。等一下休息一下，等我朋友，第一次露营的朋友，也都没有装备，帮他借好搭好了，今天又牵新车，
等下四点来就可以入座了。啊，先这样子，休息一下了。今天中午煮意大利面，也是家乐福买的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什么牌的意大利面。嗯，长条条。澳洲品牌意大利面条。是买澳洲的意大利面。今天搭完了今天的祭品，庆祝一次。哎，搭完了，这是什么？比利时修道院啤酒，白啤酒。啊，什么？酸的很快，比利时。比自己去当那比酒会有点酸。啊，锅子太小。叫你。开始下雨喽。下雨喽。粗不是粗，好粗好粗，不是粗是粗。粗。好了，好渴。加上是什么？酱。嗯，好吃的 cheese 白酱。cheese 白酱。好吃多买的。好吃多买的。OK。Go。超淡的。超赞。嗯。不不不不不。我们的午餐。下雨喽，我们有多搭自己搭一个店铺。一包了。哇，蔡奇亚的红贵。蔡奇亚红贵比较好吃啊，还是买家乐福难吃。还算。嗯，你要点一口可以吃啊。还可以拌。那捡到民国几年了、啊？一百年，我的是一万年。本来打下去，应该不是我们自己打的。啊啊！你要先统一啊。菜市场跟家乐福哪个比较好吃？菜市场比较好吃。我家蜂蜜比较多。蜂蜜比较多。因为家乐福蜜一点点。是糖吧？是蚂蚁、啊。
还要加葱粒，圈起来。是这样吗？嗯。那也没几串啊。因为我们还有别的肉啊。还有别的肉。哇，好专业。卷紧一点啊。哈你知道？一个葱段，一个葱白。等一下烤的时候会松掉哦。不会，插那个接口就好了。自己卷自己吃哦。应该不用再拿一根竹签，我的跟你去。耶，今天晚餐用烤肉，这是新玩具。要刷刷。要刷刷。肉要吃原味的啊。给你。好吃吗？